是假使身至诸苦毒中，我心精进，忍中不悔。有了这样子的大愿，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，佛才会的仔细给他宣说诸佛国土的庄严清净功德。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前提，佛怎么陪你啊？跟他讲一讲就讲了五节啊。欲知山下路，须问过来人啊。修行也是这样，你要想成佛，你跟佛打听怎么成佛，那最对了嘛，对不对？法藏比丘正因为他懂，所以他更是亲近着佛，对不对？听佛说，听佛引导给他看，那佛他有这个能力的嘛，是比自己悟是不是要快啊？从法藏比丘啊，亲自在释自在王如来面前啊，发了菩提心，弃国捐王啊，专心致志的修行，行作沙门，那么恭敬佛啊，哎，几首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合掌。自己发大心，自己站还要跪在那里，你看那么虔诚的。十方世尊智慧无碍，常令此尊知我心行，假使身至诸苦毒中，我行精进，忍中不悔。我们世间人还说好事多磨，一个人想做好事的人，那考验就都来了，哎，就都来了。哎，一个发菩提心的人，诸佛菩萨知道你最尊最贵，但是众生不知道的，众生觉得你这个人那跟大家不一样呢。啊，别人考试考个公务员排队排那么多，他这皇帝都不做，你看要当和尚去。哎，就这一个好了，天下人都不理解了。假使身至诸苦毒中，我心精进，忍中不悔，都能坚持，不后悔，啊，不退转。有了这样子的大愿，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，啊，你下面你看，啊，佛才会的仔细给他宣说诸佛国土的庄严清净功德。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前提，佛怎么陪你啊？跟他讲一讲就讲了五节啊，那总共释自在王如来他寿命才多长啊？花这么长的时间跟他讲，这徒弟很优秀的徒弟啊，师父才花这么长的时间陪着他，专门为他讲。哎，你徒弟差一点，师父倒想跟他讲呢，对不对？结果徒弟不带师父玩了，对吧？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学佛了，拜师父了，师父抛弃徒弟多，还徒弟抛弃师父多？就是啊，哎，所以我们要惭愧啊。给师父给你讲五节的机会都没有，我们再一起念啊。佛告阿难，法藏比丘说是颂已，而白佛言：唯然世尊，我发无上正觉之心，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修行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土，令我于是速成正觉，拔诸生死勤苦之本。佛告阿难：时释自在王佛与法藏比丘如所修行庄严佛土，汝自当知，比丘白佛思意宏深，非我境界，唯愿世尊广为敷衍诸佛如来净土之行，我闻此意，当如说修行，诚满所愿。尔时释自在王佛知其高明，誓愿深广，
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，譬如大海一人斗量，经历劫数尚可穷尽，得其妙宝。人有至心精进，求道不止，未当克果，何愿不得？于是释自在王佛即为广说210亿诸佛刹土，天人之善恶，国土之夫妙，应其心愿，悉现与之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严禁国土，皆悉睹见，启发无上殊胜之愿，其心寂静，事无所着，一切世间无能及者。具足五劫思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行。阿难白佛，彼佛国土受量几何？佛言，其佛寿命42劫，施法藏比丘摄取210亿诸佛妙土清净之行，如是修已，亦彼佛所，其手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合掌而住。白佛言，世尊，我已摄取庄严佛土清净之行。佛告比丘，汝今可说一知事实，发起悦可，一切大众菩萨闻已，修行此法，圆至满足无量大愿。比丘白佛，唯垂听察，如我所愿，当具说之。又发大愿，那个实际上是又发，后面就是又要发大愿，前面实际上也是发大愿，对不对？我愿怎么样啊？在寄送里面，赞佛的寄送里面，他就说唯作大安假令有佛，百千亿万无量大圣，数如恒沙，供养一切斯等诸佛，不如求道，坚贞不却，譬如恒沙，诸佛世界富不可计，无数刹土光明夕照，遍此诸国如是精进，威神难量，令我作佛，国土第一，其众奇妙，道藏超绝，国如泥环，耳无等双。在赞佛的时候，实际上也表达了自己的志愿，我也愿意要，我也愿成佛，我也愿建国土，十方来生心悦清净，就是我造了这个世界，十方所有的众生我都欢迎他到我这来，来到这里之后心悦清净，以致我国快乐安稳啊，信佛明信，这个信啊，这个等于是亲自啊，自己能够啊，身心能感受到的啊，能够证明的这个信啊，这是我甚深的智信，是我真正发愿于彼，历经所欲。我今天这样子发愿，十方世尊智慧无碍，常令此尊知我信心，假使生之诸苦毒中，我行精进，忍终不悔。这样子的目标，我也想成立国土，也想利益众生啊，因为他有这样子的，所以啊，佛陀啊，佛告阿难，就继续讲这个故事啊。当时法藏比丘说此颂已，而白佛言啊，唯然世尊，我发无上正觉之心，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经者净也啊。你说佛是过来人嘛啊，我跟着师父的时候，师父有时候啊没人，他就啊就说，欲知山下路，须问过来人呐。修行也是这样，你要想成佛，你跟佛打听怎么成佛，那最对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当修行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土，令我与世速成正觉，拔诸生死勤苦之本。佛告阿难，时世自在王佛与法藏比丘如所修行庄严佛土，如所修行，这个如就是什么？就是本然。
安住本然，行于本然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国土就庄严了。所以这个如所修行庄严佛土，这实际上是一个啊，这个是顿法啊，汝自当知，这个就有点像禅宗的啊师徒之间的啊这个对答一样。如所修行庄严佛土，汝自当知。但是这个法藏比丘比丘白佛，思意宏深非我境界，唯愿世尊广为复演诸佛如来清净土之恨，我闻此已当如说修行，尘满所愿。尔时世自在王佛知其高明，志愿深广，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：譬如大海一人斗量，经历数劫尚可穷底，得其妙宝，人有至心精进，求道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愿不得？法藏比丘反正就知道佛肯定有方法，佛肯定都懂啊。虽然佛跟我说了啊，如所修行啊，如所修行，但是如果能有机会听佛亲自给你讲，是不是还是不走弯路啊？对呀，如所修行，如是什么？如是本来就是广大无边际，对不对？你说他对他也对，哎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说了师父怎么修行啊，是不是念阿弥陀佛啊？念阿弥陀佛，好，自己就闷着头去念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师父建庙也不管了，师父要干嘛讲经说法也不听了，光自己去念佛去了。请问你跟着一个会念佛的人，是不是念佛最快？哎，就是那师父在给你建庙啊，修苦行啊，请问这是不是念佛啊？是啊。哎，这是念佛啊。我们讲经文法是不是念佛啊？是啊，也是念佛啊。但有的人他觉得哎，就念佛是念佛啊，那些就不是啊、哦、然后回过来一句，他说我就一心念佛，我是进修，哎，师父你那个是杂修，哎，弄到后来我不是念佛的了，他都变成念佛的了，啊，我是净土，哦，师父你那个不是净土，我说我是脏土呀，我说佛法有没有脏土法门啊？没有，哎，我说那就是呀，哎，你看我们法藏比丘，对不对？你说他对如所修行庄严世界他懂不懂？他懂的，正因为他懂，所以他更是亲近着佛，对不对？听佛说，听佛引导给他看，那佛他有这个能力的嘛，给他说到哪里是比自己悟是不是要快啊？啊，不单单让他见到听到悟到，甚至还带他去看210亿诸佛刹土啊！这个不是佛带他就210亿诸佛刹土，他怎么去啊？他坐飞机坐火箭也去不了啊！所以这个就是法藏比丘，你看高明之处，他不会得少为主，有的人得个概念就跑掉了，他不实践，哦，得到个概念，他觉得可以了，啊，要得少为主。但是总的方向又有具体的行为，具体的方法它也有。世尊，我发起了追求无上正觉之心，请您为我广说经法，我当以此修行成就清净庄严的佛国净土，令我于此世速成正觉，拔除生死之苦。如你一直以来修行一样，你自己应当知道该如何去成就庄严佛土。成就庄严佛土的意义很深奥，我的水平还不能达到，唯愿世尊为我广说诸佛如来的净土以及成就之法，
我听闻后，当依此修行，去圆满成就我的佛土。就算斗量大海之水，经过无数劫的坚持努力，也能咬到海底，获取海底的珍宝。若人能至心精进，求道不止，也必能取得成果。有什么愿望是不能达成的呢？于是是自在王如来用神力向法藏比丘展示介绍了210亿佛国净土，并讲解这些净土中由于众生善恶不同的差别，而形成了净土的差别。法藏比丘听完是自在王如来所说的这些清净佛国，并全部考察后，便立下最宏大的誓愿：为了累积成就庄严佛国所需的功德，他心无旁骛地足足修行了5个大劫的时间。世尊，我已经完成了庄严佛国净土所需积累的功德修行。来无所来，去无所来。
相逢，莲花过渡。轮回无情，我愿无情。